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这两天在考虑报驾照的事情，然后今天我去那个驾校教练那里去问一下，看现在报名是多少钱，多长时间可以拿到证，好不好考。走，我们一起去吧，大家帮我把把关。很花哎，宝宝很花哎，这是绿萝吗？我养的绿萝怎么下面的叶子全黄了？是什么原因？就是那个根部那里烂掉了，从这个杆杆这里下面。就是用的彩电几十块的。哦，这个要少浇水啊。我就说。你买的可能也不是这种。是啊，我就底下搞很多的水，然后放上去，再好几天不管。这一点点。问一下，那个驾照现在是怎么收费的？报的话，我们收的是3980。3980。嗯，是光报名费吗？光报名费的。然后那天不是我跟你也讲了那个，我们实际给你收的那个价钱，就是5000多是吗？不是。就3980是光报名费啊，对吧？嗯。然后其他的费用就是。其他的不是那天你也打听到那个补考的那些吗？就补考的。反正我跟你也讲了，在那个微信里面也讲了。对，我。就那个。那如果我现在就是最便宜，就是说光交个报名费，然后其他的费用就是说出去考试的时候的。加油啊，吃饭啊，这些是吗？还有补考费，这也是另外算的，对吧？那个，你这个现在就是不报名费，然后像我们在我这里学的话，就不需要中途加油啊，或者就是请那个吃饭呀、抽烟啊那个嘛，就是不用的。而且就好像有些那个教练，他会在考试之前，你比如有一个加强培训啊，然后要求你加油啊，怎么样的，那个我们也不会，不用是吧？那不用。就是说，那也就是意思就是，我现在交3900多，然后就是考，然后如果说不过的话，就只要再交到时候补考的补考费就可以了，是吗？对对对。其他的费用就。不用再交了，其他地方不用再交了。然后就是我这里也可以给你一个承诺，就是怎么样呢？你反正练车要练到你自己，觉得这个可以了，我可以去考了。也不是说，有些师傅他就是这样子的，那你这个到时间了，你不行，你再另外交钱再培训。就是我练到什么时候感觉自己可以过了再去考也可以啊？对对对，对。那就是我听好的我朋友啊，他们说。报了驾照要去练车什么，要排很久的队。因为在我这里不用，因为你看哈，我那天听说你们家也在食堂那里边。在食堂的上面。食堂那里，然后我练车呢就在西湖那里，就在你背后。那很近哎。背后。那到时候就是说练车的话是上门来接，还是说我到哪里去等你们？如果说我来接的话也可以。但是你要等我们练完了，我才可以送你回来。如果你自己过来的话，反正也不远。对，那我自己骑摩托车过来。你练完你就可以走。是这样子的，也不是说他们像他们说的那种半个小时吧。你这个一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练时间长一点，就是一个小时这样子。到后边呢，你就可能给你练30分钟，你就会觉得很辛苦。你往往制定个20来分钟啊，然后开几圈就 OK 了。那如果我报了的话，是每天都可以练，有固定的时间？没有，就是说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在练车，你就可以过来。一般不是礼拜天的话，我们不在练车，因为现在不像以前那个学员那么多，反正呢就是有。我就怕，你看你前段时间不是轮回了吗？我就怕我报名了10天半个月见不到你的人。不，那个是考试，一般是3天。是轮回是考试啊？对，每个月都有一杯。
元贝。一元的元。嗯。宝贝的贝。哦，元贝。价考。价考。对。就可以了。啊、嗯，你下载好，然后你两个做题，把题目做好。哦，这个就是可以在里面做题的是吗？对。是科目一的题吗？科目一、科目四全部在里面。哦。你先做科一。就是相当于先在里面模拟的试做习题是吗？因为我还没有报嘛。对，它有一个系统的练习，哦、就是说所有的题它就是1400多的题吧，应该。1400多的。对，全部做完。哇、哦，这是选择题吧？没有那种简答题吧？那个题很简单的，你就是你有一点常识就能答对的。嗯，非常简单。好，我下载了。嗯。然后这个考科目一的时间是10号、21号、30号，再三天。哦。三天时间有科目一。就是直接在手机上面答。嗯，你觉得你做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去约考，提前一个礼拜约考。哦。是10号。21号。21号。30号。你把这个资料就麻烦你发我一下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到时候我一看。